我是烧山小哥郭先，今天的话又到我师兄这里来了啊，到他那里去淘宝去。姚师兄，师兄。来到你这里来，摆一下子，看一下子。哎，高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我正好在这里看。跟着你来了，啊，高哥，哇，你很漂亮，高哥。啊，今天又到我们了。看一下，我也是跟刘一是在一起的。哦，知道我在跟他拍视频呢。哦，好好好好，一起的。好，在这里坐，在看书啊。没事啊，跟着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我看见吧，来，我这里解释一下啊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先看就。在学习啊，我师兄在学习。来，老弟，我的头发。来，好，搞一点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的天才头发。师兄们，最近忙什么呢？你在家我躺在那看书了。我们一起来看书，来研究一下。我在跟他学嘞，宝贝呀。我在跟他学嘞。哎呀，我在跟他学东西嘞。我只会拍视频啊，对这个图吧，我一点都不通啊。来跟他研究研究。学习好啊。今天跟着你来了，我又跟你学一下的，要的。我这次过来嘞，我看到你那些视频搞得蛮好嘞。还客气了呢。你在乡下说东西，看着你又理解了，坑你。一下你解个论，一下你解个论。没有你真的好，讲也讲得很，解得很爽的。不是你那个对草的解说，我看不到知识的，看到你那个知识还讲得蛮好的。我觉得只有看得出来，写得出来，我讲不出来是吧？但是你一样的，几个字十来个字组成一个词，我又意思不懂，不懂意思。所以记忆力也不行，你来怎么讲来说，那个字我都看得出来啊，每一个字都很清。只要能认清看，知道这个东西。哎，你要今天那个跟准到你这里来，你是？我觉得是在看爷爷，又来跟他介绍东西。哎，过来看爷爷，看爷爷啊！二楼有那个爷爷好多了，爷爷好多爷爷。那秦先生出来吧，啊，秦先生出来吧，有了。等下我先喝茶，喝了茶我就给你心情是个好一点的了啊，然后有一些珍贵啊。当然现在还有挣一点盈利啊，所以呢我就拿几个给我师弟去看一下啊，其他的都是也不行，我就弄他看一下。请出来了啊！好，给你直接看一下啊。那留这些，你存在保险柜里面了。来，锅锅也不多了啊。这是一枚小桃。喂，爷爷开门啊！喂，好啊。这一枚特殊啊，这个龙羊，哎，这个是玉了河的嘞，阿飞沈照，啊，24年的，贫库7002分。哦，这是一个贵州省的，贵州省的一个竹子地一元。这个呢也是一个3年的啊，普通的3年。就是你看，这还有几个，也不多了啊。不多了。那刘他谦虚了，他家里有的。他家里有的，他家里有的。这个是一个3年的大桃。品相还可以，对，一个品相是可以的。这应该是一个石柱币。来，刘姐，把锅给倒过来。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应该可能是个石柱币，这个是个光绪野宝啊，龙羊，一个是个龙羊，阿飞沈照啊，哎，贫库这个会有稀少啊，这个是我二十四年也说的啊，一个反正很多人想买，我这个你有的，我一直没有卖啊。这个也是包饺是谁？这因为他很也看了很多人了，本来又不愿意去把那个包饺擦。我一个朋友拉着他又去擦，不愿意去洗，这个又不去洗的话又。这个也是这个价格会，这个会会说稀疏。这个竹子币，这个应该贵州的，贵州的也属于贵州省状啊。这是38年的。对这个呢，本来它的使用痕迹，他本来也不愿意去洗啊，没事。啊，这是一个小头，这个是小桃，一叶开门，都有水的，包饺子柴的。这一年，我看看有没有把别啊？
这个好像也没什么，前面旁边还没有什么天鱼。嗯，这也不是三角鱼。有三角鱼的话，现在三角鱼可能有一个两个，一下子我找不出来。嗯。这个应该这两个应该是那种啊嘎手板啊，像嘎手板的一个，就是那个十几倍的那个微大，对，这个你仔细看一下吧，这个也不便宜啊，这个是会有贵50包就，还是憋持压力感，这个如果说你要出的话，到时候你跟我联系啊，好，收到跟我联系。这个你先过，这个都是人家拿去擦了一下，你看一下擦，他把那个包胶都用砂子砂布去砂的，本来很是谁的。这个瓷压力感还不错，这个我还得回去好好去研究一下啊。对，好研究一下，因为这个如果对。这个东西比较贵，但是我也要说，就是贵是吧？或者白了，我也舍不得买。这两个比较贵的话，我们就放到一边。老刘，这个还收起来，这两个贵。先谈一谈这个三个普通的啊，我们看看三个普通的，他这个跟着你出到好多钱了。这个的话，小桃的话，一个市场价格就是1000米左右啊，1000米。这个呢，现在也掉价了啊。我们这个品车呢，还在1450。1450的话，我1400啊，1400的话，1400也差不多了，都差不多，1400还是差不多，对。那就两个1400，1400的话就是2800，2800加这个1000了啊。这一些的话，这个我跟你讲啊，他说都是我们是师兄直接师弟直接，所以呢，因为毕竟怎么要加上物业时期，他老板买的话，真正搞收入的话，这个我一定要卖1500才有。现在因为这个是很出名的，对，我这个愣头户呢，这个谁有知道的啊？这个我大老爷过来了，啊，既然你来了，我也会诺点给你嘛，本来这个1500随便到可以能卖出的。所以这个东西你来了，我就用2800加1000，3800啊，好吧。可以。好了，这个大家感谢啊，这个呢，感谢说实际上这个我就听了啊，这个老刘他收起来的，这个老刘他又收起来的。感谢，解到了。老刘，你拉起好一面卖好的一个了，卖到1万对吧？这个2万多，这个，我这才第一次见2万多的一面了。这个牌卖的话，这个是我买完了，不骗，100万。这个包胶熟了，这个包胶很自然的，以前这个都这个非常熟了，这一种说能的，这是说能啊，麒麟啊，这是龙板，龙眼本来要多是这个是有使用过的，这是很少，就是长啊，这个就啊，这个啊，好的啊，所以就你这些东西又有钱了，有钱这个也卖不。跟着今天我们跟老刘一起中午喝一杯吧，喝一杯酒啊，喝一杯酒，客气了，不用先收下啊，等一下送你回去，还开车啊，还可以接我出，不用不用，我跟你在，可以了，我请个司机给你可以接回去，好的，谢谢，好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，再见，拜拜。